做到前压的。但是绕后的这个位置怎么处理？YU 的狂雷之路是已经直接给了出来，落地分心的位置是被照了出来。魔鬼已经先怼掉了一个，那峰峰的玩焰火开出来了，但是没有人再漏了。EDG 剩下的成员也非常的清楚，打了一个闪，闪得非常的白。佩佩这个位置已经是被发现了，康康也是防守队员要过来了，玩焰火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效益的情况下，峰峰能够先补掉一个人，想要争出幸运牌都没有能够说掉。YU 在这个方向再去加那么单点。杀，来回一打一的局面，哇，已经是基本上要来到死局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看到 YU 的枪也真的是够稳够狠，哇，真的就是这个竞技翻腾，就拖了那么一秒的时间，让 YU 找到了一个加枪的位置。哦 ，YU 兜住了相当关键的一个回合啊！那这样的话。